本届科交会吸引了350多所海内外知名高校参展参会，大批高校先进技术成果亮相科交会，吸引了众多企业前来寻求合作，共赢商机。今天上午，会展中心内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一个又一个高新科技成果让参观者大开眼。这样的一个科交会，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跟企业进行对接，真正使到这个高校研发出来的高新成果能够服务于社会，能够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创新发展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。我觉得呢，以后我们可以把这科技会做得更大，把它做成一个国际的，可以把邀请国际知名或者著名高校来参加这个交流，把他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到咱们国内来，这样的话可能对带动国内高校科研的开展，以及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，能够起到更。